假动作我们有几个地方，第一个是眼睛，眼睛是最容易做假动作。就比如说我都不看，不看任何地方，你也不知道我在想什么，但我可以看你，你就知道我在看你。但是换过来，我看那边的时候，你是不觉得那边有人？但那边没有人，所以第一个最容易就是用眼睛来骗人。那第二个是肩膀，比如说我现在压这个肩膀，你的眼睛看到一定是我要过这一边，但为什么不能这样子？所以肩膀也是一个骗人的动作，对不对？我要过这边，但其实我去走这一边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膝盖，膝盖也可以决定我要走哪一边。就比如说，如果我的膝盖，你就会觉得我是要去哪边。所以如果我眼神加上肩膀加上膝盖，就会变成哦好，但其实我一步都还没走。用肩膀去骗人，然后用膝盖去骗人，加上脚尖，可以用脚尖去骗。